表毛，啊，挺漂亮的呀。你什么时候没有开麦？你在水泡那边每天要开麦，我不想在那边聊天，因为有些人我不想看，这样的我不想聊天。在极易这边我是每天开麦，我不想打字，因为极易骚我的。老头子，刚好能跟我打个火，我其实哇，他我妈的反正骚我这吗？我哪里骚吗？我靠，你骚，你说我骚不？你妈的，芳芳刚才说了的，她说你绝对是第一，户外啊，第一。你骚的大尾巴，我扯进去。我跟你说，发现加了个，俺加了个，我老家忻州的，是的，王金德，你自己骚包扯进去干嘛的？对不对？嗯。自己不骚的，是你，我也没人算了，不想骚说。啊。搞得我，你老婆的，是不是？你没人骚没事，我没老婆的，那我不能骚啊，我也找老婆呀。哎，等会儿你开麦聊一下。芒果，亲亲我的宝贝。别给我抢，哎，把家里人给我抢，家里人都给我抢。你没的，你把到底家里喜欢人谁？给我抢，给我啊，抢，我靠！行，你喜欢芒果啊？行，你聊吧。把家里人给我抢，你给芒果一个城嘛，跟他连个麦，是是吧？芒果啥的，跟他连麦，直接连麦，不是芒果。对不啦？你怎么跑了？跑了，把蟹跑了，我靠！芒果确实长得挺，就是看着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，就是比较干净利落，这样。跟抢甜甜，那谁能给我抢？我才没有呢，这你别听他的，我说句心里话，我这个人呢，我只是你妈过一下嘴巴瘾，聊一聊，仅此而已。我从没想过哪个女人呢，你妈什么什么，就是或者在网络上聊哪个女你不管芳芳，你问她，我平常是跟她聊过天没有？真的，我只是在那个，只是在直播间里面是吧？聊聊骚，经常。欢迎游客。也都没必要，知道没？你非要怎么聊怎么聊。欢迎这个。包括我私下，谁被我抢？去抢吧，去抢吧，去抢吧啊！包括我私下，我跟可心也好，跟芳芳也好，跟甜甜也好，我们都有微嘛，但是我从来不跟他们聊。你不聊。你不牛，我真不聊他们，但是有一个我跟你们说一下，那个豆芽我喜欢聊，豆芽那个聊天记录完全不能你妈公布于世，我操！你个鬼！我说了，我只跟那个豆芽聊，我他妈私下。我只跟他一个人，所以说，其他我真没聊过。哎，芒果呢？去哪里了？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哎，牙签，你说那个可心长得漂亮吗？我叫不过来，还那么。